好，现在是 Hess 对上这个条码的，应该是 Dandy 吧，我猜。应该是 Dandy， 因为用条码的神族就只有这位仁兄哦。好，第一张第五是战役杠之击。哦，现在已经是最后的季赛了，到底鹿死谁手？这个 Dandy 的建筑学还是很奇怪啊！你看，一般人都是封上面，就他封下面了。神打神的话，前期应该都是长差不多。目前看起来双方也没有要出去野间敌我的样子。第二个建筑，这边黑石是没侦查，所以没意外的话，等等黑石应该会把这个侦查损失的100，那差不多你这时候侦查的话，大概到你回去大概会损失100块吧。那所以黑石等等应该是会在二矿那边直接盖一个电池，盖一个护盾充能器哦，因为他已经省100块了，他并没有侦查。盖个水晶塔，这样我觉得等等水晶塔就那个电池就盖在那个水晶塔旁边，把不侦查的钱省下来。好，这边是补到士兵，要直接打一波了。然后黑这边下 VC 开了二矿，那护盾充能器哦放了，它放在比较靠后的位置。它放在比较后面的位置哦。直接一波打过来，哇！这边直接把二矿炸了，哇，超危险的。哎、欸，立场，立场，哎、欸，刚立场发生什么事了？哦，他是按掉幻象，所以他没有立场。哇，压力还是很大、啊。因为黑石这边是走闪追啦，如果能够撑到闪追好，那还有一点点机会。好，这个立场不错，再隔两只。对方是他没有视野、哦、所以杀不到那个上面那只追猎者。然后黑鲨闪追已经好了，工兵也没有损失很多，工兵23只。哇，太凶了吧！哇，黑鲨、这个。好吧，没血都往后闪。
能不激活一下吗？三次打不同的。好，这个看来 Dandy 是顶不住啦。好，这边 Dandy 是用不朽者，加上哨兵要守。那这边黑石因为哦，黑石人进，黑石第一个是做 OB 啦，保险先做 OB。他如果是做人进啊，等等可能会做强攻，直接硬上那个门口。甩起来，甩起来！好，现在黑石的二矿已经盖起来了，然后 Dandy 这边是没二矿的、哦，所以看 Dandy 怎么做啦。以 Dandy 之前打的那个比赛内容，我是认为他会直接一波。好，点到冷静，然后等到等等那个闪追 CD 好之后，再回头杀那两只不朽者。哎，不用，他直接杀后面的哨兵了。这个 Dandy 的立场还是蛮有水准的。好，这边黑石拿下第一分，这张黑石打得非常漂亮哦。那个 Dandy 这边打那个4 BG 一波，对，黑石算是人家到了脸上之后才发现4 BG 来了，就他当机立断的那个反应真的，真的打很好。他并不是在前面就已经侦察到，他是在人家已经 A 到脸上，他才发现哇4 BG 来了，然后他这时候反应非常非常好，第一时间把他的珠宝炸了，然后所有的兵往上缩，对。用，然后工兵第一时间拉出来挡住那个斜坡口，拖到他的闪追号，然后还有出哨兵用立场来隔拖时间哦，所以变成最后他有闪追的科技，然后他自己的工兵也没有损失太，没有损失太多啊，因为刚刚守住那一波的时候双方都是二三只的工兵，所以变成黑石就优势了，打得真的非常好。
好，第二张第五来到失误招领，丢左下角红色神族 Pass， 丢右上角蓝色神族 Dandy。哦，这边只要光，要直接光炮。哦，上面又再盖一个水晶，哎、欸，没盖到。原本黑石是想要水晶塔，那个光炮之后，对，直接用水晶塔去接那个光炮。哎、欸，我觉得对方好像有点失误、欸，哎，刚哦，下面的那个光炮就盖起来。你看右边那个光炮超级尴尬、啊，哦，光炮应该盖起来，完蛋了，只要爆炸了。黑石这个是全力光炮喽，他的后面其实没有补兵营的，他是全力在盖光炮了。哇，顶不顶得住啊？我看，哦哦。Dandy 的光炮也起来了，哎、欸，不对，这是黑石的光炮嘛？的 Dandy 爆炸 ，Dandy 看错了，他以为那个光炮是他自己的、啊，哇，爆炸！好，这边黑石尽可能再多杀几只工兵哦。目前工兵数量11:19，那黑石的兵这时候才开始放、哦，科技上是有点落后的，但是他的经济非常好，所以说黑石这时候我看一下他要做什么，他哦，他拉了一只工兵出去后又往回走了。好，这边等你打到GG，我跟你黑石这边2-0。今天这八强不知道是波三还是波五，2-0。